不过，这就是我最后一次来屋里的了，我后面就要去长沙去上班。我来这边说，我两个就拍张照，以后，我把那照片到时候洗出来，你要是想我也可以。还是有点舍不得呀，当着我女儿一样的了吗？拜拜。我叫苏子林，今年23岁，201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，就回到了家乡工作，已经在基层工作了3年。当时有在英国全奖读博的机会，可以推荐我去。当时我都拒绝了，能够到基层来锻炼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你不了解真正的农村，你就不了解真正的中国。波波，你把扶贫手册拿出来一下，我跟你验收下产业。你参加工作以后，组织上就给我安排了5户作为结对帮扶的贫困户。其中有3户都是70岁以上的老奶奶。到牙底有中小是吗？嗯，牙底小个，牙底就小个，天天就中小。群众真的很淳朴，你只要对他好，他也就会对你好。他本单位有事，又是保村的干部，他自己又有扶贫的对象，工作确实比较辛苦。难道你为了好多？其实他的工作对于他本身来说应该还是感到快乐的，他不想我受苦，他的工作完成的那么出色，那就是快乐。像我们在农村感觉很累很苦，但是他看到你来给他做些事情，他很高兴，你自然而然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。梦里蓝图人人夸，献身家国去扶华，公卿甘为田间客，叫做村头画桑麻。